20年的资历算什么？这是超过25年。嗯，这我要怎么说呢？那我应该说各位小朋友好。没有，葛杰哥当年真的是东方快车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。其实我也很讶异，为什么你们曾经唱过我们的歌这样子？因为很讶异。对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还有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关联性。嗯哼，就是以前我的经纪人也曾经是。你公司的，这是我们跟鞋子有渊源的地方，因为曾经都共同经历过一位，因为他的以前的经纪人曾经带过我们，然后怎么讲，然后5566一直是我很欣赏的团体啊，谢谢，我是说真的，谢谢。我想不要介意，但是我觉得5566是从逆境中成长。然后后来发展成天团的一个团体，谢谢，是的，谢谢，对，太棒了，这本来有，你看前辈讲的话绝对不会错。然后我今天愿意来，并不是因为说，他愿意唱我的歌，而是说，我很欣赏说在功成名就之后呢，还愿意回来做个人专辑唱歌，这是件，我就觉得蛮有理想性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谢谢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以前我真的没有开玩笑啦，真的是我小时候，我真的很常这三个字，今天先不要，今天不要讲。好，我学生时代呢，非常常听他们。学生时代不要讲，也不要讲。好，前几年差不多，我就很常听他们的歌，因为那是摇滚界的大前辈。以前除了这个《红红青春》之外，还有。将你的灵魂接在我的线路上，然后还有什么烈火青春，不准说谎话，燃烧永恒，最经典的永远不回头，七匹狼知道了吧？他就是其中一匹。那个时代是别说了，好，我今天是来准备接受你的歌迷的。哦，是，一定没有问题。对啊，那我想今天可杰哥来也很难得哦，只因不能只唱一首歌嘛，你要不要再带来一首歌曲？刚才点名这么多首歌，感觉好像台下比较有反应的，就是那个，好不好？如果各位小朋友会唱的话，他们的歌都很硬。不吝啬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因为说实在年纪大体力有限。好，我们欢迎姚可杰来的永远不回头，谢谢。